大家好，我是阿言。OK， 今天呢，我们人就在 Cherry 的家乡这边，就是吉打啦。因为昨天晚上的飞机，我陪他回来，就是探望爸爸妈妈。今天的场景，你们可能会觉得有一点陌生，因为我从来没有在这个地方拍过影片。OK， 我们现在呢就要出门带 Cherry 去理发店剪头发，然后呢该在。他刚冲好凉，然后换好衣服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有一个灵感，所以我就搂机拍了这个影片。我也已经连续几个影片一直在捉弄他了，所以今天这个影片也不例外啦，因为我要等他，就是忍无可忍的时候来找回我报仇。这也是你们一直以来想要看的，他 prank 回我是不是？所以在他 prank 回我之前，我一定要先 prank 准他先，然后再给他机会来报仇啊。OK， 现在 Cherry 他还在准备着，然后我就假假骗他讲，我先来 start 车先，给那个冷气冷一点先，所以我就趁现在这个时候来做这个影片的开场。所以等一下可能他会要求他要驾车，因为这边是他的地方，他比较熟嘛，所以就会让他驾车，而我就会一直全程盯着他的胸部看。我也非常好奇，我一直这样子盯着他看的话，他会有什么反应？他可能会暴走，他可能会不懂我在拍什么，然后他只是很奇怪，怎么我一直拿着相机，然后我一直盯着他胸部看，他一定觉得莫名其妙，所以。我们等一下就看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OK， 在等 Cherry 的过程中，现在有时间就跟你们讲一下咯。至于那个 PS4 呢，我是还没有去买，因为最近的时间都比较忙，然后我也很快就会把这一家 PS4 送给其中一位幸运儿。然后接下来70万订阅过后呢，我就将会送出 iPhone 11 Pro， 而且颜色也会让你们自由选择你们想要的颜色。然后你们只需要订阅这个频道，按赞分享这个影片，按赞和分享这个影片，并且在影片下面留言。然后当我到达70万的时候，我就会选择其中一位幸运儿，并把这一架 iPhone 11 Pro 送到你的家。不是由我来送啊，是 Postman 来送。嗨，美女，就带你回来，带你回来看爸爸妈妈，所以我就拍一个 vlog。我驾，你又不会驾。OK， 就是跟我预算中的一样，你一定会要求。你不要每次这样突然的啦，你要跟我讲啊。OK， 你驾车。别拍。哟，迟了，你还这样慢？啊？不要拍。OK， Cherry 现在就下车去那个金店那边去修理他的金手链，因为他的手链断了。OK， 我等一下在他上车的时候呢，我就会开始我这个盯着他胸部的计划啦。然后在我盯着他之前呢，我一定会先让他先套上这个外套，然后我再盯着他来看，然后就问他怎样舒服吗？这样子被我盯着来看，然后他一定会讲。不爽了嘛，然后我就会趁这个机会跟他讲，这样你以后就不可以穿这样清凉的风格出来走街，你一定要包紧一点，因为不可以给其他男生这样子看。身为男朋友的当然也不会希望自己的女朋友的胸部被其他的异性看着嘛，对不对？身为男生的你是不是？是的话在影片下面留言。身为女生的你，是不是你男朋友也是这样子跟你讲的？是的话也在影片下面留言。怎么一直靠我这边？我
很晒哦。你的颈链很美。我在看你的颈链。飘威，我要转新驾车。你这样子一直看着我，怎么一直看我这边呢？我去洗头先，等下才拍。看旁边，你看旁边。我要看这边。不要喂，怎么一直看我这边？把这一个外套穿上去。很好，非常好。别怕，我头很晕。你都到理发店了，你等下就要洗了。3678个司机过后，他终于剪完头发，也做好 treatment 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到了1000 mall。你们看，他把他的头发剪到很短。不要！终于可以吃晚餐了。不自在是吧？不自在。
所以你们就是这样子盯着自己的女朋友是 OK 啦，你们不要随便这样子乱乱去盯别的女生，你们一定中大了，我跟你讲。所以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各位拜拜，我们下期见。突破60万订阅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冲向70万订阅。OK， 在我70万订阅的时候，我将会送出 iPhone 11 Pro。首先，你们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订阅我这一个频道，打开小铃铛，然后 follow 我和 Cherry 的 Instagram。在我到达70万订阅的时候，我就会随机在一个影片的留言区，再随机挑出一位幸运儿，把这一架 iPhone 11 Pro 送到你的家。而且，当我抽到你的时候，我还会让你自由选择你想要的手机颜色，我再去购买你想要的颜色，然后再寄到你的家。不管你是住在任何一个国家，我都会把这一个幸运的奖品送到你的家门口。那抽到你们的时候，你们一定要是有订阅我的哦，不然我就会再重新挑过另外一位幸运儿，所以不要骗我啊。 OK， 就让我们一起迈向70万订阅吧。 Woo！